午夜乱谈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之声的特别节目。今日是新年期间哈，邀请咱宜兰之声调频 FM 九零点七，高雄民生电台调频 FM 八九点七，听众朋友，大家来收听咱的特别节目《礼拜拜神礼》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咱的礼拜拜神礼哈。来，第一阶段咱的这个午夜乱谈啊，讲政治，讲国际局势啊。这个我今日是讲要来，这应该哈，还佫算这个哈，这个元宵还袂到嘛哈，元宵袂过，还佫算过年啦哈。大家拜个晚年了呢哈。但是呢，这个咱政治爱回到讲这个哈，过年过大家欢喜的心暂时收来，爱注意一寡基本问题。那么你知道选举刷哈，他们讲啦，这足侪咱这本土派、台湾派哈，松了一口气，讲哦，好佳哉哦，啊这个罗清德有调哈，啊这个蓝白无气饱哦，气饱无成功啦，啊就是两个那扭来都变了，虽然无过半。40通拍呢，但是我那变做摕到执政权，立法院的情形就是讲，国民党有过半，国民党加两个，因迄其实党友吼，只有过半的，接近过半，但到到这个第三排这个民众党了，煞变做吼，可能是一个民众无占着什么优势了吼，这个一定要过去讲，卖去讨论这吼，就讲我感觉伊这個。民进党规个谋略有问题啊！伊会使比这个较好啦，这从来不好哈。不过了，总是大家暂时松，至少台湾的政府唔是这个亲共的哈，亲中亲共的这个家里啊政府在做嘛哈。所以咱这个要维持现状，这个可能性就愈悬啊哈。那站在这个角度看，这是好代志啦，但问题来哈。咱嘛一定要面对讲，阿强啊，你既然唔是伊个家里啊，你做台湾总统，安尼伊一定会用另外一种压力，用威胁、用武力，要甲你威胁，这有效无？有效啊！我问大家人，若无效，咱过半个人竟然无支持较本土个民进党，就是去投迄个，投两岸一家亲个柯文哲，投迄个一看台，靠伊面对上我是共匪，马英九。相信习近平靠这种的党啊，那去选这個，就表示讲咧，台湾人咧选民已经有这经过这四五，经过这几党的这血惊啊，战争的威胁，内底有人丢起来，讲哎呦，卖啦，哎呦，我惊啦，哎呦，民进党换人出来，开门，我叫人拍死了我，有这种感觉走出来啊。那么，但是。伊咱个势头都怎看？你若徛伫美国、日本的角度，最好啊！即台湾即嘛是一个吼掌握伫即个即全世界自由阵营，唔是反中国的，对中国无友好的即、這个势力，安尼即当然好啊！即要甲你保护，要甲你维持，要甲你帮忙，对唔到？即逻辑才说得通啊！你咧看已经选一个强匪啊嘛是要用，伊袂瘾用战争用，甲你选举就甲你选到互你。你怎啊变做亲中的政府？安尼伊上升本嘛，战争毕竟是对吧？我讲实在啦，战争你来讲，那拄着讲较巧的，我唔惊你来啊，你来就死啊！像老一辈讲的，北京关注团几粒包给你，上海这个上海嘛几粒包给你，广州嘛几粒包给你，你搁介绍，恁别创一个去甲韩国学技术，学这个这怪兽飞弹，怪兽弹，伊怪兽弹本来是要针对这個，要炸金正恩呢？哈，金正恩拢米里涂骹，伊足惊死的，你看伊拢惊讲伊足牛的啊！啊，拢叫这個北韩的人爱去死啊，去拍这个美国帝国主义，拍南韩这个美帝糟糕政权，伊拢一定讲的嘛吼！啊，拢米里涂骹底，免啊好，免啊找到金正恩的这个行踪啊！不要紧，你米里涂骹若查到你开始，我那弄个涂骹了吼，那个怪兽飞弹就是会震涂骹，什么弄到这个。地面了，伊怎停起来？未爆炸哦！弄到地面了，一开始一震空，一震震震震，我前面咱震到差不多四五十公尺，一拖下地，让它崩起来，哇！
你比你这个土下底，这个地下刀啦，什么吼、哦，什么什么碉堡拢无效，炸来赶快来死吼。啊，这个飞弹啊，提来用长江三峡大坝，我跟你讲啊，强匪出生晒啊，什么什么，大家讲你外高吼，啊，你都要战争，我都无爱啊，台湾都无爱战争，要和平啊，你都一直买啊，一直买就只好呢，就叫做不对称的战略。听下面你茫听我，我咧讲啊，讲我惊讲错西错流，唔通安尼。战争你若错西错流，你用一定用掠去台死啦吼。你就是讲、欸，我就真，你若真正来，我就是用安尼无法度啊吼。以色列的角色呢吼。好来，这里好像要讲个，这不是要讲战争啦，就是讲吼，咱起码虽然算了啊，这个结果咱介意吼，台湾大概维持现状吼，当然伊。罗清德伊个角度，伊无可能去推动什么吼，什么证明制宪啦，什么未去推个咧。伊吼，你强匪看伊就偷懒啦，一定个嘛吼。啊，我就要换我家里去，那个用一个这里、個，当徛伫中国，伊就是讲罗清德就是美国个家里啊，一定安尼讲个吼。但是这个其实伫自由世界生活的人拢知影吼，这开始咱即马过个生活，这是人咧过，毋是禽兽，毋是走狗仔咧过吼。好，讲到这咱。有一个一讲就讲，那照去年发展吼，这个拜登加这个习近平，即摆因又恢复一寡沟通管道啊啦吼。啊，过来就是中国即阵啊，美国吼，美国其实吼，伊、哦、这是行伫一条有理论的路线吼、哦。对，这两三党吼开始一直用这个经济手段制裁中国。中国即摆吼，这个老实讲吼，食着惊啦，伊知影讲吼，就比如讲我看一个影片，这其实。是因的这个上海吼、哦，一间大学的算足出名的教授啊，叫朱峰吼，朱就是朱元璋的朱啦吼，啊峰是这个啊，啊那金啊扁个的锋利的锋，这应该年纪差不多啦吼，跟我顶一回啊，啊伊伫一场这个对北京大学的这个、哦、学生啊，还是讲这毕业生吼、哦，的演讲来滴。伊是拢唔敢去骂着习近平，啊嘛无骂着共产党，但伊个分析，你若听了，讲后尾伊就是讲阿强啊，那要惹事啊，吼、哦，啊美国已经开始咧叮当发威啊，吼、哦，爱甲你制裁，军事，而且个军事都还未发生嘛，但经济、金融、科技，拢咧甲你制裁，你该死啊！你也听完，你听伊讲完，你就讲啊，哎呀，哦，啊，所以强匪啊内底嘛是还佫有捌代志，还佫有清楚国际局势咧发展的啦，哦啊！即听讲，这个人是嘛是，其实即马嘛要过中国的这个哦，最高领导阶层的一个军书啦，智库就对啦吼。强匪啊，就哎讲个真实在，我相信内底吼，包括连强匪啊，这个王毅什么，拢要个坐里头，坐里下骹呢，坐里这里大骹你听演讲呢吼、哦。这个情形吼、哦，表示因内底有哪有人搞清楚状况吼、哦。啊，那安尼看起来吼。哦短期内啦，咱唔敢讲一定短期内袂发生。短期内应该是吼、哦，中国伊嘛惊食，家己去食就惊啊。所以对台湾的这个态度吼，伊是吼，即阵暂时敢那淡淡淡吼，也是讲看伊敢那较无遐紧张啊。不离过伊对台湾的恐吓拢无减哦。吼、哦，你甲看最近吼、哦，那么我要讲几项啊。第一项，伊这个 M503哦，已经开始围了东西边的吼、哦，已经佫向台湾这边佫杀过来吼。哦即作恶意就对了吼，过来伊个发电机吼，飞来飞去气球，迄拢无减呢吼，啊，同款继续一直强啊，一拢无停止啦，无讲因为你选了，啊，未无坐来好啊谈的吼，拢无啦吼。过来最近有一件佫较严重的啦，伊开始吼，这是这个《大纪元时报》来在报吼，来在我一条让我顶这《大纪元》，伊吼开始伫增卡咧增兵吼，那么咱知影。中国即马伫一挂大都市，有哪有一挂少年啊，高学历个啊，还是讲入去这个哦，公司咧上班咧，还是去高科甲哦，珠峰游来都有讲到这种，就讲中国即马科技的水准哦，其实还佫伫个第三级的，第三级哪要跳入去第二级遐尔啦，哦，还袂甚至还袂到第二级，啊，人美国是第一级的呢，哦，啊，像日本、欧洲、台湾这已经拢入去个第二级啊，正式的第二级啊，哦。强匪还佫伫第三级，要跳入去第二级去砍尔吼。虽然伊是中国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但是伊科技都，科技是伫遐尔。啊，过来金融吼，
伊讲一个数字，大家个听看卖足趣味吼。伊讲，啊，伊弟弟啊，讲要用这个人民币要做世界的这个哦，这个货币的来源，诶，迄个交流的这个单位啊。其实全世界怎么用人民币做当做计算的单位，干3%的国家呢？3%的人口，3%的国家呢？哦，啊，用美金做62%啊，这是咩啊比啊？难叫比鸡腿啊！啊，所以。迄、那个朱峰伊讲了讲，伫中国伊个意思足明个啦，就讲慢车过，慢车即马卖，慢车了输个啦吼。即马了你阿强，你强辉也该死啦吼。有即个暗示啊，但是伊个头到尾拢无去面对共产党，无去面对即个习近平，即吼，即吼啊，注意演讲，即来即网络你若有看，会使甲参考看嘛吼。诶，知己知彼嘛，伊讲伊了解中国即马个实力嘛，所以讲个吼做参考吼。好来，我即马讲个即拢要甲大家讲，唔通伊选举耍。啊，咱怎啊放生意上啊？咧哦，暂时就无问题吧？啊，罗清这条没有卖台的问题了啊！嗯，啊，过来，美国、日本会较放心的，阮什么台湾需要是伊来帮忙啊！哦，嗯，啊，过来就讲，强烈什么经济歹干咧？啊，歹干咧，所以台湾干咩？就讲要死要死。但你甲看伊的动作，包括核能机继续咧射啊，啊 M503佫杀倒过来，包括哦征兵，伊即马开始伫这里、個。增开咧，就因为伊强烈，我那搞清楚，靠边，我那伫多次征兵吼，啊，什么阿拉噶拢生一个尔哩，啊，他征兵啊，啊，我关键要过去做兵，那好，啊，唔都真正要战争，引起恐慌嘛，吼，啊，你那伫增开咧农村的地界吼，去招兵买去叫一寡那个普通工，变做咩，对一寡迄个收入较低，啊，入来做兵啊哩，哦，迄个。较未影响到这人心惶惶啊！阿妈对吧？准钱也挣起来，啊！这人命较唔值钱啊！无你都市内底拢一挂这个高知识啊，什么科技的靠这，等下拍死啊！这管这中国都未将拍都乱起来吼！啊，都对增加要去扣兵啊！对这动作拢是咱看出中国并无放松哦，吼！伊继续一步步进逼啊！啊，当然伊的对象唔是干那台湾啦，咱也嘛免家己惊自我惊吓吼。包括这个日本、菲律宾、南洋甚至越南，这都揣咧等啦吼，卖咧好笑者，这国家大家嘛情报足清楚个，啊叫阮哪呢？啊要拍买字，一直要向这个战争的路一直要行过来呢。伫这时阵，咱吼希望讲，尤其是吼赖清德要做总统啊吼，伫这个国安方面、国防方面吼，应该要有一个作为吼。那么上大的作为就讲迄个，咱爱吼。和台湾人第一点，哎，危机意识啦，侬啊，这无代志啦，算了啊，大家啊，这红干水人，大家去做生意啊，那无代志，无代志啊，安全啦，安全啦，哦，绝对不是安尼的。第二，这段时间有几档啊的空档，这嘛是台湾要准备咱的国防，准备咱的民心士气，足重要的时刻哦。这个危机意识绝对要改过来，哎，有迄、那个哦。爱有一个正确观念，讲你有才了战，有才了甲拍败，有才了甲拍死，安尼和平才维持啊。你若无吼啊，温死的，你大家人心惶惶，都看到讲啊，这伊要来哈，哎呦，那来投迄条啦，来投迄个民众党啦，不来投国民党哦，你就死啊！你若你惊落，你软落，你就死啊！哦，这个教育一定爱，尤其是吼，哦，咱我做古以前捌讲过一个，有一个中国这个。哦，古早金，我感觉写了真好哈。这个吕不韦哈，吕不韦伊，伊做到这个金世宏吼，起来做中国皇帝时吼，啊，以为着要留名吼，啊，伊家迄个，伊当那中国各地乡会捡到这好物件，拢个写出一本册，叫做经书啦，叫《吕氏春秋》，吕吼就是双口吕哈。当然，这某人可能讲，这根本就不是伊的时代出来，这后边才出来哈。不管啦，反正。伊即个目前，我等下要讲这几字吼，记载伫伊个《吕氏春秋》内底。伊这《吕氏春秋》吼，伊有讲到这个察兵之危吼。察兵之危什么意思？就讲你爱好好了解迄个战争吼，诶，迄个作秀的这个诶迹象，诶，这个征兆吼，你爱知影哦。你唔通结靠靠，就是讲没啦，即马都无啊。嗯，啊，就算计算啊。嗯，啊，那日本甲美国都。咱即方啦，你个你即种伊，甲咱关系一定袂歹啊，一定会甲咱保护啊，咱袂安尼袂战争啊啦，啊，有个人会想安尼啦吼，但伊这查兵就我讲，古早甲现在的道理是一模一样吼。
这蔡英文又讲了，伊就讲吼，你爱了解迄个震惊吼，以及个迹象吼，以及足微小的所在造出来。你反正无注意看，看无得，你爱注意看吼、哦。有注意看要怎啊？你爱准备吼、哦，有准备你才有可能拍赢啦。你看我咧震，那震惊讲你怎啊怎啊放放死那体吼，啊记者人挂，难拍记者人抬吼，啊卡手记者人剁，嗯，啊你到遐啊你只要想讲你归来就未死啊。迄度你都稳死个啦，吼、哦！战争是战争安那样，同简单吼。现、哦、南宋现在佫尾仔佫徛起，都出一个搞鬼个足高台，吼、哦！你金国哦，北宋时安那拍如入无人之地，拍安那大家看到金华就拢走个喷金个，看到金走个喷金，吼、哦！结果出阵个搞鬼，你开建台金金国拢太输个，啊，就怎稳定落来了，走南宋，即个国家才存在，你知影安尼啦吼。好，迄个历史爱看啦吼，但是我怎啊要阁跳到那讲这个《吕氏春秋》伊来几啊几句简单几句哦，你若有甲了解，而且包括咱即卖总统，包括国防部长，这其实拢爱读这呢。你爱了解伊是咧讲啥哦？伊这个查兵之类，我讲去看到这个战争的一块征兆吼，伊有几句话吼来第一项啊，这个在心而未发，在心而不发，就讲这个局势演变到尾。你伊根本就拢阿未讲个，你就知影这个人要发动战争啊！哦，什么意思？你同简单就中国，啊，中国就经济好起来啊！哦，我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！啊，伊个这个军事甲武装一直改良啊！是，你敢那看到咱这，你这台湾这甲糟糕啊，这强匪糟糕，你能讲无啦？当然拢无安怎啊？嗯，啊，这安怎？你这样在心而未发，你伊伫心内，你心内你已经看，啊，无以前啊。武装要改变，啊，先啊，这个，哦，经济好起来，伊先啊，这个，吼、哦，先要征兵，哦，伊先要去农村捡兵啊，嗯，这样，伊咧做虽然是因兜个代志，但是靠你应该在啊，这里有心吼、哦，要行对家来，吼、哦，来第二，吼、哦，这里、个、局势，啊、哦，局势就讲，这里目色做咩，看到你个咧人啊，吼、哦，这里局势，刚才你啊，同刚才了，你我咱你个就是，我哥就。用会也无去，台湾人讲啊，你呾无爱阮参加，啊你 WHO 世界卫生组织，你呾无爱，会当互相帮忙啊，啊，啊来来，用会也一个糟糕，一个官员讲，嗯，谁理你呀、啊？啊，即使用个足看袂起你迄个，你眼光甲你看，甲你骂吼，有啊，迄个正经的前兆，这伊足讨厌你，就袂甲你灭掉啦吼，啊、来做事差不多这意思，做有皱纹的做哈，事的也。猜测的些做事嘛是同款，革命枪啦，做事就革命，革一个面枪，你看，你表示伊作独揽伊啦，伊该死啊你，你卖互恁爸了，就机会就甲你抬啊，做事吼，过来傲言吼，傲言的骄傲的，哦，就是太多讲的嘛，差不多啦都，嗯，谁理你呀、啊？啊，不，就是少点看你，伊根本就看你无在干，你就只要伊若怕你的死，就要甲你怕死啊啦，傲言吼，在心而未发，过来，哦，就是急事。即使试试看哦，看啊、哦，用迄、那个做突然伊个感情甲你看，拢无讲话哦，干那用看你就知影这以后就发生战争啊、哦！做事就是讲，革命军哦，你看哦，讲伊哎，中国统一啊、哦，这台湾的台独撤销啊，做事哈、哦，傲言讲话，甲你侮辱，甲你轻视这东西啊哈！这头前四字哈，后壁来过来啊，过来叫做。原推啊，原推人你演习，我这里免阁讲啊，这定来你演习吧。共匪也无啥飞机要飞过中线，嗯，啊，啥啊定来伫这东海对你演习，啊，南海什么啥啊定来你演习，就是原推，原推原吼是援交迄个援喎，啊，援助的援啦，啊，推就是推，这个推理哈，原推其实就是古早人咧讲演习啦哈。我那，你那安怎啊？我就要安那哈，啊，我兵啊要布置站队。啊，我若对对，甲你挑衅，啊，你会安怎？啊，我就要甲你泡死哦，那个原推啊、哦，这里、个、过来第六种叫做连反哦，这足精彩哈、哦！连反什么？你的内部有啥物人你反对，我就要甲伊连起来呢、哦、啊！啊什么？这你反你，你看国民党要反你啊！哦，你反民进党啊来，我就要哦，我就要连你，我就一定要来讲你靠要的。啊，民进党人拢咧生这，你拢袂晓生，你袂晓饲一挂好啊！是一个小洞，不管有你卫生处啊，无你饲在外口，甲你声援吼，
另外人共迄个联反，联反就是统一战线啦。就即马吼，即马你咱毋是讲诶，国民党一定是领国民党诶，唔系领共产党诶钱，但是伊即马就你反民进党，哎、啊、后壁有联系无？绝对有诶。哦，啊伊甲你指挥，啊你好啊好啊甲乱，啊好乱乱乱即个赖清德，还是乱即、這个哦？民进党无在来做哦，联反啊、哦，反就是反对了。我要连你内底吼，要甲你反的人，我拢要直接配合起来吼，所以这免阁讲啊啦，这柯文哲嘛，差不多是这个角色啊，连反对。但是你咱这个吼、哦，台湾人爱注意，唔是讲反对，你就拢甲拍，你讲伊是讲啥啊？比如讲台联，你讲阮有一挂民进党的政策，阮是反对啊，什么民诉换证，什么你靠什么，什么本外老坚持不脱钩啊，就阮反对啊，那呢？路易特袂使领，袂使补偿，看他的现在，啊，你唔是讲要转型正义，无样无一只啊？你要看伊讲嘅内容，伊讲嘅内容，那唔是你符合蒋辉啊嘅口味啊？啊你啊是徛伫台湾嘅角度，你甲你建议，甚至甲你啊，甚至甲你批评嘅，爱听落。但是你若背后，伊你讲这个代志背后，那这个蒋辉爱听，这个唔是啊，这个连反啊，哦连反，过来第七人吼。咱个只讲个一点，你那这个听无讲介清楚，你去查一下吼，这个网络查的《吕氏春秋》哦，吕的吕不韦啦哈，啊氏也是的，名氏也是哈，哎无名氏嘛哈，啊《吕氏春秋》春秋的春秋战国春秋哈，这个内底写到这段，这非常精彩，无几字哦，哦无啊，但是做这个哈，你那台湾这个现在所遇到的环境哦，足适合去。好，咱的百姓哦，透过教育，透过这个媒体，爱好百姓呢，你爱危机意识。我今天讲几波，就是要讲危机意识，一定爱有啦哈。如有危机意识，啊，这个战争如未发生哈。啊，你如无，如结果好，啊，如想讲每天我来转卡村啦，转你的蓝湖啦，拍死你，准死稳死的啦哈、哦。好来，连反料哈、哦，过来就是这个啊、哦，嗯。齿豆这个齿的一些奢侈的齿啊，这人字旁一点多不哈，奢侈豆就是正道一条，齿豆什么意思？齿豆就是多简单呢，唔免讲个做好在，齿豆就是国家以上要增加啦，会加啦，刚好跟政经有关系，钱用弄个开了不要紧，这个叫齿豆啊，齿豆就是要开国防以上要增加，要增啦哈，最后一件就是三军出动啊，元年此山这就有让。两考官啊，也在即作奥，元年此山哈，山就是这个三军出动啊。哦，其实阿强啊对台湾即嘛，其实你呐，哦，有了解，已经三军拢在叮当啊嘛，哈，但是只不过还未拍尔啦，三军已经在准备中了哈。而且哈，其实台湾是一个战争的状态，战争的状态，台湾爱有一个角色哈，爱咱的规个国家的体制、政府的体制、民间的这个组织哈，拢爱。变做一个足坚强的一个团体，吼、哦，现在至少要像刺猬安尼，你伫无落走入来，你就死啊！过来，咱的媒体，咱的这个洗脑的这个单位，未使阁互共匪啊伫遐唱唱，伊要利用你民主社会会当自由发言的机会，要甲你的吼政党的意志，要甲你反对共匪的这个吼、哦、的决心，要甲你瓦解嘛！啊，这靠妖，你家己看无，啊，家己的人阁伫遐伫，吼、哦，你做共匪的糟糕啊！你遐讲话，家己阁唔知影啊！这有够悲哀哈！这个物件，咱希望这嘛是讲起来新疆里头哈。啊，但是咱的这个新的政府，我感觉蔡文至少过去做了是还好啦哈。但是伫这个方面无啥用着心哈，无啥做着这個，希望赖清德咱就这方面搁再加强。好，咱啊新疆里头卖讲啊伤严肃了哈，这個、等下较轻松的哈。啊，这个来听一寡这個较刺鼻的这個哈。咪讲讲咧，讲讲有咩中风咧吼？好，咱休息咧，继续等下，祝大家吼新年快乐吼！来休息咧，继续进入第二阶段。